分局文林派出所正信警员，于13日8时20分许，丹佛中正文林路口交警勤务，站立于东侧行人穿越道指挥人车时，不慎遭一部自小客车于路口左转，疑似因为视觉死角碰撞指挥员警，造成正员右冠冠骨骨折以及多处擦伤，幸无生命危险，目前正员已返家休养。全案依规定受理成案，肇事原因将送事故分析，警察局及本分局立即办理慰问及相关事宜。市警分局在此呼吁，请用路人行经有员警指挥的路口，应遵守交通规则及听从员警指挥行进，转弯时应注意视觉死角以及车前状况，以为交通安全及顺畅。